还有吊带造型，秀兰玛雅秀美腿，大跳台式电音嗨歌，完全炒热气氛。热舞后再用招牌 R&B 唱腔征服全场粉丝，秀兰玛雅这回打头阵，和另外两位唱将一起举办演唱会。全身红彤彤出场，由王瑞霞、黄飞、秀兰玛雅三位台语歌后所组成的激情台三线，亲手演唱主题曲《台三线的月光》，大展唱功。同台飙唱将会的异界人生，大展浓浓姐妹情感。这回举办演唱会，天后们已经准备好50首歌和16套秀服，让歌迷大满足。三顺张主罗湘 S 小组团报道。